欢迎大家来到 Silas 的营养天地，我是 Silas。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 Diabetes、糖尿病、在这个图、里面看到有三只蚂蚁、我们的蚂蚁质检员、蚂蚁质检员、其中一只蚂蚁就爬到烧杯上面、拿了一个、液体、一个黄色的液体、说、真甜真香。我们讲的这个黄色的液体呢就是尿、如果我们的尿呢是有甜味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糖尿病的象征了。当、一个正常的人的时候，一般人的状况里面呢，我们、的血糖呢是可以藉着胰岛素使到他们呢这个血糖呢是入到这个细胞到被利用的、而且呢这个血糖呢会维持着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血液里面的糖分、没办法被利用，即是说可能是胰岛素的阻抗性增加、使到呢、这个、糖分、是没办法进入到细胞里面、这个血糖是没办法进入细胞里面，堵塞咗喺呢個血管裏邊啦，咁呢個血管裏邊咧嘅血糖過多嘅時候咧，就會造成一啲問題嘅，咁咧唔單止係造成咗多餘嘅血糖冇辦法進入細胞啦，仲會使到咧胰臟嘅分泌咧更多嘅胰島素嚟幫助，咁更多嘅胰島素嚟幫忙嘅時候咧，就一旦調度不足夠的時候呢，就會造成了大量的葡萄糖流在血液裏面，因而呢造成了、這個糖尿病的、在 WHO 呢是怎樣去描述糖尿病這個、定義呢？就他說、糖尿病是一種慢性的代謝異常疾病，主要原因呢是由於體內的胰島素缺乏或者是功能不全，對於糖類的利用能力是降低了的，甚至是完全沒有辦法去利用而造成了血糖上升，這個的定義就稱為糖尿病了。我們的、血管、如果長期泡在這個糖水裡面有什麼的不好呢？原來呢我們的、血管浸在糖水裡面久了呢，就會變成脆裂、容易損傷的。一損傷之後呢、當然我們的、身體就有一個修復的機能、這個修復的機能呢就會使到這些的、血小板、凝聚在這個傷口上面，再加上一些的、低密度膽固醇啦，或者是、一些脂肪啦，或者是一些修復的免疫細胞啦，都會在這個地方、圍繞著、但是呢它一、去修復的時候呢就會形成了血管變窄、血管變窄的狀況、就會使到血液冇辦法去到我哋嘅呢個微血管或者係、血管嘅、終端嘅地方去。咁呢啲嘅末端嘅細胞咧，係冇營養嘅狀況裏邊咧，就會容易壞死。所以好多嘅問題，併發症嘅原因、糖尿病嘅併發症原因咧，就因為咁樣而形成嘅。咁我又睇下，糖尿病患咧，有一個特性，初期嘅時候係冇症狀嘅，但係咧，慢慢加重咗糖尿病嘅症狀嘅狀況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啲會成日會想飲水啦，成日上廁所排尿啦，又成日肚餓啦，但係體重咧就慢慢減輕嘅，傷口係很難愈合的。那這種狀況呢就是糖尿病的一些症狀，我們看看、
一個正常人裏面，我們每個人的正常人空腹的時候，我們的血糖值，我們血糖值是100毫升 的液體裏面是有100毫克的血糖的。咁如果我哋嘅糖尿病前期嘅時候咧，就係100到125毫克。咁到咗真係達到糖尿病嘅症狀嘅狀況裏邊，個病患嘅時候咧，就係126毫克以上噶啦。哦，咁如果我哋口服葡萄糖耐受測試2小時之後，哦2小時之後，就係我哋食飯2小時之後測定嘅血糖值咧，正常人是低於140毫克嘅，哦，咁糖尿病前期咧就係140到199，糖尿病咧就係200毫克以上。咁我哋再睇下糖化血色素嘅狀況啦，就係正常人咧就係喺5.7% 以下。哦，糖尿病前期咧就係5.7到6.4%，糖尿病就會大於6.5% 啦。咁糖尿病嘅診斷咧，我哋正常人啱講過啦，咁佢嘅空腹血糖值咧係70到110毫克每100毫升嘅狀況，咁飯後2小時嘅血糖值咧係低於140毫克嘅。咁糖尿病的定義，糖尿病的定義是什麼呢？就是當血糖值高過180毫克，在100毫升的血液裏面，它只有180毫克 以上的時候呢，就是糖尿病。另外呢，糖尿病當然它的尿液裏面就含有糖分，咁診斷檢查咧，任何嘅時候測定佢嘅血糖值咧，都係超過200毫克嘅狀況。咁同時咧，並有咗糖尿病嘅一啲症狀，就啱講嘅係3多1少嘅狀況，係多吃、多喝、多尿同埋體重減輕。哦，咁空腹嘅血漿糖值咧係大於等於126毫克。咁糖尿病嘅類型有乜嘢咧？咁我哋所知嘅平時所知道嘅，有所謂第一型糖尿病啦，同第二型糖尿病。咁第一型糖尿病咧，一係自身嘅自我免疫系統嘅異常，使到體內嘅產生咗破壞胰島細胞嘅自體免疫自體抗體。咁或者咧係部分因為病毒影響而導致咗胰島素分泌細胞破壞造成了胰島素分泌極度的缺乏，需要依賴外來的胰島素，即是我們要皮下注射，然後才可以控制到血糖的。第二型糖尿病呢，就是因為我們的胰島素阻抗增加，加上胰島素的分泌減少，導致了血糖升高的。其中的機制呢，可以涉及了一些包括中央神經系統啦，肝臟、腎臟、胰臟或者是胃腸道、肌肉、脂肪組織等等的異常。絕大多數的患者呢，剛開始服用這個口服降血糖藥物呢，是可以控制這個血糖的，但是長期下來呢，是必須用到胰島素來治療的。我們看一下第一型的糖尿病的流行病學。這篇文章呢，是2020年1月27日呢，德國的一個研究人員研究所寫出來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呢，就講到全世界它所有的這個第一型的糖尿病的狀況，是每年升高 3% 的比例，向上上升。那為什麼呢？糖尿
一型糖尿病咧，啱講過係因為免疫系統所造成嘅，或者係自體造成嘅。咁所以咧，佢可能有關係嘅係環境因素，哦，環境因素。咁喺呢篇文章裏邊，呢、這個憲文獻裏邊咧，就寫咗話有幾個方向可能會造成呢、這個一型糖尿病增加趨勢嘅原因。其中一個咧就係孕婦，哦，孕婦當一個高齡嘅產婦大概大於35歲嘅狀況，佢嘅生出嚟嘅細路仔咧會有一型糖尿病嘅機會係高過一般人嘅10%，哦，咁當25歲到35歲。肥胖的这个孕婦呢，她生出来的小孩呢，她的得第一型糖尿病的机会是高到超过一般人的30%到40%。咁剖腹生产的是高于20%。嬰兒大過4公斤嘅，哦，大過4公斤，出生一就大過4kg 嘅嗰種狀況咧，亦會上升10%。咁仲有咧就係牛奶，哦，牛奶每日增加一克，哦，即係我哋正常量嘅再增加一克嘅狀況裏邊，佢會升高5%。如果升高增加咗16克嘅時候，佢係升高59%。咁嬰兒咧，每增加一個平均標準差，就會上升20%。另外咧，就係呼吸道感染，亦係同呢個一型糖尿病係有關係嘅。咁尤其是而家嘅PM2.5 啊，各種嘅狀況裏邊，空氣污染嘅越嚟越厲害。咁呢種狀況裏邊咧，係使到人容易產生一型糖尿病。咁第二型糖尿病嘅流行病學又點咧？咁糖尿病嘅病人數量咧，喺1980年嘅時候咧，大概係1.08億啦。咁但係咧，會到2014年嘅時候咧，就會增加到4.22億，哦，增加咗大概3倍多，哦。咁全球啊，18歲以上嘅成人糖尿病患咧嘅患病率咧，係從1980年嘅4.7% 增加到2014年嘅8.5%。哦，中等收入同低收入國家嘅糖尿病患個升幅咧，係比呢個其他嘅國家都嚟得快嘅。咁2016年啊，糖尿病估計直接造成咗160萬人嘅死亡。咁另外咧，喺2012年咧，另外有220萬嘅死亡嘅人啊，係可歸咎於高血糖，哦，高血糖。咁高血糖咧係導致咗死亡中有半數啊，係超過70歲以上嘅，哦，70歲以前嘅。咁世衛組織估計咧，喺2016年咧，糖尿病會成為第七位嘅主要死亡原因。咁喺中國人嘅糖尿病患病率裏邊咧，係10.9%，哦，糖尿病前期嘅比例咧係35.7%。相同的 BMI 水平咧，亞洲人的患糖尿病機率是比其他國家嚟得高嘅。咁糖尿病嘅類型咧，仲有包括咗妊娠性糖尿病，嚇，妊娠性糖尿病就係懷孕期間啊，哦，咁佢係第一次診斷到有糖尿病嘅。咁佢之前有糖尿病嘅就唔歸咎喺呢個類別裏邊。咁妊娠性糖尿病咧係高血糖症啦。咁血糖值咧係高過正常水平，但係低過糖尿病嘅診斷值。
發生在妊娠期間咧，這個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婦女咧，同佢妊娠同分娩期間出現併發症的機率咧係增大嘅。咁仲有佢同佢嘅細路仔咧，出生嘅細路仔咧，患有第二型糖尿病嘅機會，亦係比一般人嚟得高嘅。咁續發性糖尿病就係由於呢個其他嘅疾病啦，同埋相關嘅治療咧而引起嘅糖尿病，就好似慢性嘅胰臟炎啦，或者胰臟切除啊、腎上腺異常啊。或者是一個叫做富因式的症候群啊，腦下腺腫瘤引起的肢端肥大啊，或者是長期使用類固醇的這些藥物呢，都可能會造成了續發性糖尿病。那這個葡萄糖代謝異常的藥物呢，如果停藥呢，它是可以改善它糖尿病的程度的。咁接下嚟咧，再落嚟咧就係所謂1.5型嘅糖尿病，1.5型嘅糖尿病又稱為成人遲發性自身免疫糖尿病，LADA， 呢個糖尿病咧係睇嚟好似一型糖尿病咁，但係咧佢會遲發。所謂遲發就是他的年齡層不是在出生之後到20歲左右的狀況裡面發生的第一型糖尿病的狀況，而是他會超過20歲以後，然後才會發生這個1.5型糖尿病的出現。咁開頭咧，佢亦都係可以用口服嘅糖尿降血糖藥咧嚟幫助佢控制呢個胰島素啦。咁但係咧過一半年左右咧，佢係這個糖尿病咧係需要胰島素嚟治療噶啦。咁因為好快嘅呢啲胰島細胞咧係萎縮壞死嚇，咁就需要到其他嘅胰島素來補充。它表面上看起來就好像第二型糖尿病啦，但是呢它實際上來說就是一型糖尿病來的。